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21年的新年礼盒，我掉河里面了，我去！哎呀，我去！21年的新年礼盒掉河里面了，很多东西都沉下去了，我去！太可惜了吧，小伙伴们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新的风暴一击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？哈喽小伙伴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呀！今天放假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开心不开心呀？今天我跟那边的小伙伴们去拆卡，好吧？去他家玩，然后去他家看看他家有什么好的卡片。那边都是玩卡的。哎，我去，这边有什么东西，小伙伴们？哎，这是谁放的呀？这不是我放的。哇塞，小伙伴运气太好了！我本来还想买一盒22年的新年礼盒。哇，这边哇太牛了吧！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